即将开赛，有请场内的裁判开始比赛。我们工作人员很手段，除了比我们两个，切不切合？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昨天已经进行了大野犬组的比赛，小野犬组的比赛已经拉开了序幕，28号轻松地战胜了对手，35号由于第一次出场，所以状态稍稍有点不好。希望在元旦斗的大赛继续拉来王化成参加斗的大赛。接下来是第二组，32号对47号。有请第三组的18号对19号，8号对119号，签到大门口就做好准备。32号不接不赢啊，记录做什么记录？接下来有请18号对19号牵牛竞赛比赛，有请8号对119号，2号对34号，牵到大门口就做好准备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华牛组超重量级和小野水牛组的比赛总的投数已经超过了100头，所以请各位牛主积极配合组委会的工作，非常感谢。花牛的组织比较扎实，还蛮。18号，有请18号抓紧时间牵牛竞赛比赛。各位观众注意了，如果一旦对方进场1分钟，如果你还不进场，就采取扣押金的方式。多的时间差点没。所以，请各位牛主积极配合组委会的工作。我就是按着这么放去的，那个没买了，那个高级皮夹的那个，就在这里等。18号，小野牛18号来自贵州新义，计时1分钟，如果不到扣100，500扣完就算自动弃权。贵州新义呢？喂，18号，18号，不就拿下来吧？18号，不就拿下来？我提的是我们贵州的，贵州那个，不就拿下来吧？18号，18号，不就拿下来？
开贵州洗衣。接下来有请八号队119号前到大门口去做好准备。最后一位的是2号队34号、5号队30号。后进场的这头18号来自贵州的新翼啊，远道而来，希望小牛不负所望啊，有一个好的发挥，胆子倒是好像还在的啊。各位有点注意了，小野水晶这个比赛，第一个不接脚的和第二个不接脚的就成为了复赛的第一组的对手。如果有碰签的，扣签和第一个不接脚的交手。哎呀呀呀，高低打一下嘛，不算接不够。接下来有请8号队119号牵牛进场比赛，有请2号队34号牵到大门口就做好准备，最后一位的是5号队30号。我这个阿姨说你是这个方便。